环球网报道，记者张奥，印巴冲突中被俘的印度飞行员阿比纳丹瓦尔塔曼终于回国了。几乎每次他一张口，都会成为媒体焦点。这次，他又爆料了。第一邮报三日援引消息人士称，瓦尔塔曼从巴基斯坦返回一天后，他就在周六向印度空军高级将领表示，自己在巴基斯坦没有受到身体折磨，但却遭受了很多精神折磨。瓦尔塔曼在与空军司令单独会晤时，简要说了自己在巴基斯坦被拘留的情况。延误了5个多小时后，瓦尔塔曼于当地时间周五晚上9:20回到印度。自从星期三他的降落伞飘落在巴基斯坦占领的克什米尔地区之后，他一直被巴基斯坦军方拘留。此前印度时报披露瓦尔塔曼被推迟释放的原因称，他被巴基斯坦军方逼迫录视频去了。据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一日公布视频，瓦尔塔曼在其中讲述自己被击落前经历，并详细介绍了巴基斯坦军方救助他的过程。巴基斯坦军队非常职业，与巴基斯坦军队的相处令我印象深刻。他说，这段视频一度令印方十分尴尬。他在视频中表示，自己被击落前只是在寻找目标，被击中后立刻就弹射逃生了，也不存在一些印度媒体所说的他在被击落的瞬间击落了8方的战机。阿比纳丹还在批评了印度媒体常编造事实，小事都被他们拿来煽动误导公众。 At Civilian Dead Posts 7,500 on the 31,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万里碧空的9天国门，蓝天卫士展翅翱翔，一飞冲天，空气稀薄的雪域高原，边防军人爬冰卧雪，昼夜巡逻，波涛万顷的蓝色国土，海军官兵驾鲸倒海，劈波斩浪，万家团圆时，挽弓搭满弦，当好祖国的守护者，用战备训练的实际行动过大年，这是军人的职责，也是军人的神圣使命。巡航蓝色国土，前进，高速前进，农历大年三十，祖国大地上，归心似箭的人们正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奔往家的方向。而在东海的风浪中，东部战区海军郑州舰的官兵们正进行紧张的战备巡逻，与岸上的家渐行渐远，一路疾驰，一路演训，方位、距离、发现目标，8时许，敌情突至，拉开了战备演练的序幕。随着舰长陈曦几道口令下达，郑州舰一个高速漂移，驶入战斗航向，在波峰浪谷间离出一道白色航迹。由于海况恶劣，加之航速较高，身处数千吨的钢铁战舰也能感受到别样的推背感。航海长张海滨说，发现敌情后，战舰往往会做战术机动，以最高航速快速接敌，所以当战舰突然加速，往往意味着新一轮战斗打响。战斗中也不是航速越快越好。陈曦说，比如在主炮射击的瞬间，舰艇的速度、姿态等因素都会影响射击精准度。发挥舰艇最大火力的窍门在于寻找速度和武器系统精准度之间的平衡点。他指着手边一份数据资料说，舰行大洋，必须掌握不同武器射击的航速临界值。相比于舱面的硝烟弥漫，水线以下则是另一番战斗景象。此刻，燃机班长李明生手持电筒，正穿梭在庞大机械和复杂管道之间，耐心细致地检查装备运行情况。隔着机器轰鸣声，李明生大声说道，舰艇频繁加减速时也是装备故障高发期，必须排查每一个隐患，把故障遏制在苗头。
海上夜幕渐沉，战场转换间隙，郑州舰调整航速航向，驾驶室右舷正在观察瞭望的藏族女水兵达瓦卓拉指着舰艇尾流方向自豪地说，祖国就在那边，家就在那边。雪域，农历大年三十清晨，第一个走进雪域机场的并非初升的旭日，而是凛冽的寒风，侧风仪飞速旋转，风速已经达到14米每秒，天泛鱼肚白。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高原驻训的官兵们已经忙碌起来，一架架战机昂首向天，发出轰鸣，机务官兵正在加紧试车。寒风拂过旅长汤英坤冻得发红的脸庞，他不禁紧了紧眉头，节日战备必须要有动若风发的劲头，快速反应，分秒必争。他指着跑道上密密匝匝连成一片的轮胎着陆刹车痕迹，向记者描述自己对快的理解，阴阳似电闪，胡落如停机，战斗警铃响起，信号灯快速闪动，各保障单元官兵如同满弓激发的箭头冲到战机前，急促的脚步夹杂着金属的铿锵，开舱盖，挂舷梯，启动电源车，动作干脆利索，顿时硝烟扑面而来，飞行准备室里标识着风速风向气压的图标和数据布满屏幕，对翱翔在三维空间里的飞行员来说，这些数据对于把握战机动能至关重要。飞行大队大队长蔡金红深知大侧风的影响，他边等战备命令边和战友交流要领，风速对飞行姿态影响大，需要精确计算航线并灵活操纵战机，疾风凭借力伴我去飞翔。蔡金红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超声速飞行突破音障时，战机将轰鸣声远远甩在身后，那仿佛是和疾风一起竞速，高原环境恶劣，一次次低气象条件下起飞，风速多次处在边缘飞行条件，飞行员勇于超越自我，强强对抗，迅猛的拉升俯冲，七至八 G 的大载荷训练，体会到速度与激情，也被强劲的惯性紧紧压在座椅上。值班室里正在回放这几天战斗巡航的视频，战机一跃而起，迅猛爬升至既定高度，如鹰隼般向战斗区域扑去，滚转盘旋俯冲，大强度的空中机动，电光火石之间的判断往往决定着战斗的胜负。用铁脚丈量雄关，大年初一，西藏军区岗巴高原戍边模范营巡逻队，这群离天最近的忠勇男儿为祖国贺岁迎春，兵雨刚把夜幕洗白，巡逻队官兵破晓出征，排长张宇特意拿出一捆安全绳，此行一路艰险必须带齐装具以备不时之需。官兵从海拔4900米的山腰处徒步行进，此时气温低至零下20摄氏度，落雪结冰，张宇在前方探路，带队翻过一处打板坡后组织点名，他说这里海拔高，氧气稀薄，为避免不测情况发生，我们随时进行人员清点。队伍行至冰川脚下，眼前是一片陡坡，张宇将绳子系在每名官兵腰间，大家一个接一个跟上，腰间的长绳将所有人的身体连在一起，也把每一颗心系在一起。巡逻路上，这条绳子能救命。孟建营讲起多年前的一次难忘经历，那是一个严冬，孟建营和战友巡逻至一处冰谷，他一脚踩空掉进冰窟窿，战友们脱下外衣一件接一件系成长绳帮助他脱离险境。巡逻虽然艰险，但只要身边有战友，
再难的山都能翻过去。孟建营说，翻过陡坡，冰湖横亘眼前，雪花漫天飞舞。张宇下令原地休息待命，自己带领两名战友上前探路。十多分钟后，传来张宇的指令，大家跟上，尽量贴着冰湖岸边走。抵达点位，展开五星红旗，张宇和战士们庄严敬礼，这里的每一寸雪峰都是祖国的土地，我们巡逻在这里，就是守望万家灯火，守护人民平安。反恐精英立兵忙，从楼顶的这个位置望去，夜幕之下，万家灯火，一片祥和。武警雪豹突击队突击手欧阳红手表上的时针，已经跳过了农历大年三十的晚上12点，他却丝毫没有留意到，此刻他唯一在意的时间是攻击已发起了3分32秒。欧阳红控制着呼吸，左手紧紧握着下滑绳，右手持枪，依靠绳索的拉拽，他以攻击的姿势隐蔽于墙体立面一侧，身体几乎与地面平行，他死死地盯着房间内的暴恐分子动向。